女生的化妆可以做这么高级了吗？你管这叫高级吗？这太猛了吧，这个！楼长，我跟你的审美一样。这女孩收到这个不应该很开心吗？你试一下，你回头试一下。你问我？相信哥哥，千万不要送。相信哥哥，千万不要送。若干年之后送给你心爱的人，看他想反应，然后你就得再等若干年。